现在我就是个讨人厌的傻妈。秋月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觉得你一点都没变。怎么可能啊！我马上就要成单亲妈妈了，不信你这么看得起我。哎，我说的可都是真的。你不信，你要离了婚试试，那后边不一定得有多少男的追你。我希望到时候我能排前几名。 喂，大妈妈，是我。盛夏，今天是周末吧？啊，应该是吧。你有空吗？我想请你喝个咖啡。啊，你不用那么客气，别把那事儿放心上。别跟我瞎贫，你到底有没有时间啊？你打这电话不是来跟我赔礼道歉的吗？你要再这样，我就挂电话了。好了好了。 我原谅你了。现在的你变成什么样子？会不会记得一个人的名字？真没想到，新来的同事，我的上司竟然是秋阳的前妻。他怎么会回来啊？不知道啊。 突然就回来了，自从他回来以后，秋阳整个人都不对了。他当然不对啊，杨柳就是秋总心里一根刺，而且我敢保证，这么多年那根刺就没有消过。而且秋阳还嘱咐我说，千万不能跟杨柳说，我跟他的婚姻是协议婚姻。